had a dream.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怪奇比利的歌迷们可要注意了，这位现年19岁的格莱美奖歌后将于7月30日发行第二张专辑 Happier Than Ever。这张专辑共收录了16首新歌，而其中的首支单曲已经在4月29日发行。You are mindless blank slates. We are mindless blank slates. 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的《灵魂急转弯》推出了前传电影《22 vs Earth》，影星蒂娜费再度回归，为片中角色灵魂22号做配音。这部短片从4月30日起在 Disney Plus 平台上映。What the nomads are doing is not that different than what the pioneers did.今年的几部奥斯卡得奖片票房在颁奖后纷纷开出了亮眼成绩，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游牧人生》票房比一周前成长了129%。另外，由金奖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所主演的《父亲》在串流平台上流量也成长了67%。不过最厉害的是最佳国际剧情片《最好的时光》票房暴增了600%。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